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是国庆节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。我先带大家了解一下香港扫大街的多少钱一天，然后一天工作多少小时吧。我现在看到一个大叔了，我就准备过去问他了。大叔，洗你的钱唔骗人噶？唔系。啊，几钱一个月噶？六万几蚊咯。六十几？喺边度？喺边度搵啊？你想走吗？唔系，我妈想走啊。你扫几多个钟啊？九个钟啊，六十几蚊啊，工人嘛，有时你又俾佢一两天啊，冇嘢。你就俾佢呃钱啊？六啊。哇，咁衰噶？唔系咯，做埋两年做啦。今年几大啦？六十几啦。有冇得休息噶？有时啊？休息有。刚刚好辛苦，手里边你睇下咁细。哎，系啊。唔好我必须立实进入。家阵啊，唉，位好大啦，工钱咁咪嚟。哦。一箱箱几大啊？咁大一箱咁大，点扫啊？咁啊，咁扫咯。刚刚你一日翻十个钟啊？九个钟搞掂啦。九个。好多人要走啦，唉。你都想走啊？咁你想做咩工先？我想啊，去做呢，唔去扫街好，我扫街好。扫街好烦噶，系咪啊？你扫一成个咁大个街，好辛苦啊！干扰啊！嗯，等你日日都要翻啊？我一天天要翻噶。等你朝早翻几点啊？六点半，朝四点半。哦。扫街又好辛苦噶。系啊，你咁大啦，你个仔女都唔使你养啦，你咁辛苦做咩啊？仔啊，唔需要养佢，有佢得闲。咁你有养自己系咪啊？有自己，婆咧。哦，老婆几大啦？有五个上下啦。佢冇翻工啊？佢冇翻工，佢又喺屋企喎，只有三年。哦。廿岁啦。你乡下边度噶？乡下开近。开边佢边个人好勤力喎？你都好勤力喎。唉，物件啊，都嚟搵食。你小心啲哦！生日俾你解封啊！你咁样一个月做好未？搵到15,000蚊啊？冇啊！14,000搵唔搵到？有啊，成蚊。你做咗呢行做咗几多年啦？啊，八年咯。再又休啊，都翻晒咯，扫街啊！哇！你真系犀利哦！犀利啊！雪金强啊，扎金早啊，咁啊，先俾翻年啫喎。你要好好。照顾自己啊，知唔知啊？照顾自己都冇办法，唔系要付出咁嘅为难。系啊。你做工啊，你唔觉你坐晒系。回咗个家。有翻休噶啦。都冇得休息噶。有。一个星期休几日？一个星期又一天，一阵又四天。咁佢有冇其他福利俾你噶？帮你交唔交强积金嗰啲啊？冇啦。冇强积金啦。哦，你六十五岁冇噶啦，系咪啊？系啦，冇噶啦。辛苦晒你咯。唉，系咁啊。我去71买了一支6块钱的水给大叔喝。咁好喝饮咯。炸住，炸住俾你饮噶。啊，你咁有心多谢。拜拜啦啊！唔该晒你同我讲咁多嘢啊。